回来这么晚，今天医院很忙吧？嗯，挺忙的，今天送矿工来体检。你找谁？我找谁呀？我去找他。什么事儿？我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找。哎，等一下！哎啊！你干嘛？那个，我有急事找你，明天可就晚了。我也没想好咋跟你开这个口，那个，我就想着这找人办事先得送礼才行，就买了这点苹果。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可能应该买个手表或者自行车啥的，可我真的没钱，我的钱就只够买这些苹果了。手表、自行车，我能办那么大的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这苹果我先给你放下。有事说事。我叫孙少平，是黄源刚招上来的工人。复检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紧张了，血压升到了165，是你给我量的。哦，可我招工检查的时候，我血压好着呢。招工体检靠不住，尤其你们黄源这一批，有本事被招工，别被体检卡住，不然干嘛复查？一复查全都露馅了，骨裂的、皮肤病的，还有你这个高血压。大夫，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当不了矿工，大不了回到原地。不，我不能回去。对不起，对不起，大夫，你可能不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这好不容易招来，我真的不能回去，你不能把我打回去。我说的严重点，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上，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将来的道路，会决定我的一生。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源揽过，我揽过好长时间，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我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的，大夫，你不信，你看，你看，看这里。你干什么？我来。是怎样炼成的？呼啸山庄，哈姆雷特，这都是好书。你念过书？以前念过高中，还在学校里边当过老师。还当过老师？那你？我这一时半会儿很难跟你解释清楚。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你不知道我是有多难才到了这里。
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大夫。他们说下矿苦，我知道我不怕苦。我听说有的人下了几回矿就跑了，可是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我血压真的不高，我血压没问题，我就是紧张，要么就是那天的血压计出了啥问题。我血压计怎么会有问题？ 这样，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也不要再紧张。好人，好人，谢谢。 体检前一小时，你喝一些醋，血压应该就不会再上升了。明明，你找谁？你不记得叔叔了？叔叔昨天晚上还送你回来呢。你找我玩吗？叔叔找你妈妈，问你妈妈买点醋。 嫂子，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就是问你买个1两毛钱醋。这天太晚了，门市部都已经关门了。买醋？哎，行，你快坐，快坐，快坐。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叔叔叫孙少平，您喊少平叔就行。 少平，我刚走了完鸡蛋羹，你快趁热吃。嫂子，我这买个1两毛钱醋就走了。这个点钟买醋做饭，肚子饿成个啥呀？我不是做饭，我也不饿。妈，叔叔肚子里有一只青蛙，给那呱呱叫了。<笑>你还说不饿呢？快吃吧，快吃。哎呀，叔叔，我喂你。 命命，你别闹了。命命乖，去跟婆上头得打声说，家里来客人了，妈一会儿再把吃的端上去。快去，快吃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快吃，快吃。俺们这黑虎区就这时代，在谁家吃饭，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你家一个菜，俺家一个菜，拿着活就吃了。 就是都上筷子的事儿呗。你慢慢吃，把这盘鸡蛋羹吃干净啊！你就吃完了。 你还说不饿呀？哎呦，我就说嘛，这一碗鸡蛋羹哪够填肚子嘞？这两个馍，你赶快把它吃了。不用了，嫂子。其实我刚才不饿的，鸡蛋羹太香了，我不知道咋就吃完了。这一看平时就守着哭嘞，你就别客气了。来俺们家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想吃啥就吃啥啊！快吃吧。 咋说呀？大婶让你赶紧上去吃，让叔叔也上去吃吧。哎，嫂子，我已经吃的很饱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赶紧去吃吧。少平，嫂子知道你脸皮薄，不叫你去人家里吃饭了。这两个馍你拿着路上吃。哎，不行不行，拿上拿上。行了，你会吧？嫂子，那个。
么？叔叔还没和处呢。你回去还做饭呢？不是做饭，是真的有别的用途。等一下啊。哎。拿上，家里躲着呢。哎，别掏钱，要不命命都不带进。俺爸说了，俺们河南人最爱帮助人。要是俺爸在，看见你给钱，俺爸可收拾你。给。快汇吧。谢谢嫂子。快汇吧。有空来玩啊！哎，再见。再见。来玩啊！现在，他面对漫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得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我去哪里报道？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谢谢医生。此刻，少平就像蓝工时把脊背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他终于可以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现在，他可以说是正式属于桐城矿务局大崖湾的煤矿工人了。是的，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总归他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 蔡梅务区的副区长上来说话，参谋长上来，您不欢迎啊？啊！他一个招工的，这么大胆，敢冒充副区长开玩笑？是，别逗他们了，赶紧降吧！哎，他就是咱们蔡梅务区的副区长雷寒义。敲着敲着，有你说话的时候。 你们以为我这个副区长一天喊着我是冒充个招工的，是逗你们玩呢？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娃不省心，煤矿坡里到农村去招工，我是便宜了你们这帮官小子。我就是跟着哈去看看，看看你们在煤矿能干还是不能干，看看你们都带了些啥东西啊！你这帮洋小子。 头油啊，金子，把我床铺整的跟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这些洋鞋子该放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是咋想的，你们想先端上这个饭碗，在煤矿先混上几年，然后再调回去，再寻个下家，大不了在煤矿转上一圈，哎，全当是绿了个油。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 你们我些能行下下家的，趁早跟我滚蛋，滚得越远越好，滚不了的，就老老实实在这跟老子干，在老子手底下干活，头尖说话是不行，啥事按规章制度来办。把你我些球头脑子胳膊腿儿，你都招呼好，在矿底下干活不要急，不要躁，啥事要讲个平和。你们我些局长呀、科长的儿子。 我可跟你们是说好了，井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担子可不认识你爸，谁把你小子作死都作死了。你年轻时候没打看过做啥？不知道下井采煤是要死人的，三块石头加一块肉，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这就是煤矿工人。 看，咱们蔡梅务组是一个又荣誉的团队。你看，这红旗都挂满了。哎，这还有几块不知道叫哪个龟孙子给我拿回去给老婆婆枕头去。<笑>我可都是好绸缎啊！听说你这帮年轻人文化程度还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哎，我球也不定。 到了矿井底下，你啥球都看不见。你们年轻，好好干。就拿个雷寒义来说，我刚进矿的时候，球打的字不是一个，可现在我是党员，我官还熬得这么大，你们好好干，有前途，啊！哎，把你我带班的烟更爱抽一根吗？<笑>
别光自己抽，火点上。你个副区长，怎么烟抽？抽你根烟咋了？坐下，有你说话的时候。哦，对了，你们下矿井一律不许私带掩护，你们要像抽烟，就像这老烟民一样，在上头把烟瘾过足了，过没了，然后再下去，到了矿井底下，都给我憋着。 哎，区长，我办事员，把新来我矿工名字都垫一下，垫到谁，谁站起来拿个刀啊！马志雄，到。哎，坐下，坐下，坐下。老王，啊，你啥时候当上区长的办事员了？他有事儿，我先把他垫上。你说你人好的很，你还请个假你就帮他垫名。不垫了，这人都是我从黄洋上拉下来，两个都记着呢。这现在事事也不同了。 你们这些娃叫的名字跟我们这些隔代人叫的都不一样，叫个啥文娟、少平、永生，哎，叫永生都叫对了。来煤矿没一个是相似的，对不对？还没叫断命的吗？对吧？<笑>有没有结婚的？站起来叫我看一下。哎，好，坐下，坐下，娃娃们。 你们相媳妇的日子以后还在后头呢，等过两年挣些钱，在我挨盘上戳几个鸟眼，把你我花骨头再接过来，啥事都齐了啊！我再说第二点。哎呀，你弄啥呢？别在这放屁了，赶紧讲完呗。你这狗屎的，像个是放屁的。好，那我就不放屁了，散会。哎，忘了。 新工人郭亮天矿上的技术员跟工程师给你们说一下下井的安全跟生产常识，别的都没有了，散会。什么时候下矿？回去吃饭。就是。啊？什么时候下矿？该学完都看嘛，问题还多看。散会了，散会了。啊，你说。 小霞，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我属于大亚湾，或者说，大亚湾已经属于我了。不要慌，不要忙，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灯。咱们开关在这儿啊，都看好，这都是重要的装备。 小霞，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井，所有新的工人都莫名的激动。说了不让带，不让带还带，还有吗？ 拿下来。我是第三罐下井的。当我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楼，心里充满了新奇感。我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恐惧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管楼才慢慢落在了井底，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都静无声息。 我看得出来，每个人心情都很复杂。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才明白，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后面。
这都是猪腰子装备，哎，吃五谷杂粮从沟子里拔出来的味道，啥味道？在矿井底下，只要你不往人身上拉屎拉尿，那都可以当厕所。 前面就是站子面了，注意决定啊！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莫过于此吧。 还行，注意安全。好的。这就是第一口道，采煤的主要出入口。采下来的煤也都是从这运出去。注意决定哈，在矿井底下干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瓦斯，不让你们带烟，不让你们带货，就是这原因。 环境中善待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让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这个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 看这个场面，就不寒而栗了。都是站子面。什么？流血了！快点！站着！打我！赶紧！快点！快点！别躲！快点！尽管这次参观弄得所有人心绪纷乱。 借点信纸用。拿，谢谢。哎，谢谢。从井下回来，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我的心情很平静。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一切想得很好，在我看来，井下生活本就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提醒我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高。明天考试过后，我就能成为正式工人了。 规章制度：一，施工时有专人指挥，其他人员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二，考试成绩烂成球了，怕被开除？我练肩人了？把头都窝到裤裆里给球穿光啊你！把头抬起来！靠体检的。 啥叫个柱子？瓦斯在煤矿里有啥作用？瓦斯搞的有啥特点？谈谈你们为煤矿能做啥贡献？这些题给你们讲过没有？讲过。讲的你们耳朵都上了。
这么多人，搁车上撒娇个猪子，猪子都是拐棍，猪子都是拐杖，这是哪个混蛋给我写的？啊，是你不是？站起来，搁车，你搁车，你能不能考30分？是吧？小三，我问你。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啥，你们有些人不想在矿上干了，想借着考试的机会，趁机胡球乱打一下。考试不及格，小爹妈知道了，哎，总比偷跑回去强嘛，是不是？你们爹妈撤旗放炮的把你们送过来，敲锣打鼓的把你们送过来，你们这样偷跑回去，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啊？ 你们这样跑回去也该不应该。你知道你能考多少分？下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成绩都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分班情况也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你要脸的，你就过去看一下。不要脸的！ 走他妈给我滚蛋！够死你！哎哎哎，我考70分差不多，77，怎么可能考出77？是呀，我也是乱答的，应该泡汤的嘛，怎么能这么多分呢？哎哎，你看。 我乱打的竟然还能及格，那还有个90的呢。你这跟说啥？哎呀，这矿上找的行工啊，已经跑了10来个了。嗯，真是下金钱，再一次再跑10来个了。哎，比我预想的好多了。这些娃到了这个年龄，多少都有些自尊，再苦也能撑一下。也该让他们尝尝他们生命中最糟的苦难。我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可能80多分吧。少平。 孙少平，来过来。区长，你考的不差。啊，都考挺好。咋？你对成绩有意见啊？你们宿舍是不是跑了一个？不让他们都考好点，你我宿舍都变成了你的单人间了。你一个人能住10个人的房子，你一个人能买10个人的梅叶菜了？ 区长，我没这个意思。叨叨你，看了没看？放在哪个班？还没来得及看，我再去看清楚一点。别气了，别气了。你把你眼前这个人好好看清楚都对了。这个人外号就叫个王安全，天天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比个这个副区长念叨的还勤。这简直是要夺我的位子嘛！啊，焦师傅。 儿子，你还不愿意教？你知不知道全区最有名的副总，蔡梅一班的班长王世才？我不知道。你知道一个新工人放在井下，碰见一个好事不有多重要不？这我知道。那你知道为啥叫你给他当徒弟？因为我考100分。100分算个球！这帮烂货里，咋还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 他们要是认真的读一读，再背一背，咋还不多出几个100分？原因没别的，有70%是你自己这次认真的面对了这次考试。有30%是我觉得你这个娃还不错。跟别的娃不一样，瞧，跟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就说这师傅你认还是不认？认。师傅，王世才。哎，慧眼。 来，世才，哎，哎，慧眼，来，世才，哎，李区长也在。哎，这是你师傅的媳妇儿，你得叫嫂子，叫嫂子。嫂子，那你们先忙，我后边还有点事。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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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来了？训你来了。嗯，还训你？啊？嫂子听人说的，我说了；嫂子没听说的，我也说了。 这核磁体检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高血压。你别提不吭是个啥。
找他用啥款？你中是不中？你先会。那你好好说，我先会了啊。你考试第一名，讲讲张子明和美茶泡方丸该咋干？美茶泡方丸要迅速的观察志鹏，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不堪设想。那干活是个啥情形？干活通常是班长喊一嗓子，大家就要冒着头顶上掉下来的干尸和岩土，从回风巷冲进张子明。这时候斧子工要抱起100多斤的钢梁挂在旧茶上，霍梅工要迅速地把崩顶的金巴和唐彩棍递给师傅。霍梅工还要见缝插针地腾出手来，刨干煤堆，熏好地板，栽起钢柱，撑起柱子，扣住梁茬，好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斧子把竹头锁住。哦，那最难的、最危险的是个啥？是煤溜子。煤溜子。是煤溜子还在风转，啊！你想想，在坑道里连药都治不起，还得倒腾100多斤的东西。这人在失去平衡的时候，稍不留神踩在煤溜子上，瞬间就成烂泥了。哎，我咋想的，你该明白了吧？师傅，你的意思是，这个活太危险，不适合高血压。师傅，你不相信我没有高血压？先报价我师傅。这美白三叉泡，美茶泡方丸，都得这么一番品味，一般八九个钟头完不了，起码得十来个钟头才能上劲。一个没病没灾的人，稍不留神，哪怕麻痹一秒钟，就得出事。何况你还可能是高血压。不是不想让你当这矿工啊，是不想害你。我也想我这个组里多你这么一个踏实的。帮你瞒着，让你下井是害你，不中。可是我以前在黄院揽工的时候，我们就把话往难听的那说啊。高血压犯了，在揽工的时候，打不了你把包裹扔下，打不了你晕倒，进店儿不给你这个反应时间。在井下，大伙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为自己的命，也为旁人，为自己一起干活的人，谁也不敢乱来。干啥去？我去找那个医生，再给我测一次血压。这次我不喝醋。不成，再量一次，咋跟那大夫解释啊？人家是给你走后门，人家是好心。再量一次，万一事情养到上头去，不把人给牵来了吗？是，我不能牵连人大夫。我去借个铁锹，我把井底下霍煤的工作全部做一遍，让你看看我血压能不能收出来。王世才的一番话激起了少平强烈的自尊心，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通过身体力行向所有人证明他崔少平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来迎接人生最初的考验。无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困难。